快下海了。回去没有他们两个，我们回不去。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现在西贡，它有很多夜钓啊，然后一些环岛啊，然后大家会坐船出去玩，这样。当然，我们会回来这边吃东西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是要找绿色的。开心。那为什么红色的不能搭？所以如果有人想要来这边玩，要去稍微分一下。我们现在人在西贡的山上，就是因为呢，我朋友说这边超级漂亮，一定要来这边看一下。不同的香港，因为大家想到香港一定是什么高楼大厦。我们今天要翻山越岭，反正现在大家看过去一片壮观。等一下我做的事情会更壮观，但我没关系。我们今天有请两位那个朋友来帮助我们，他们都是这个铁人三项啊，或什么攀岩高手来帮助我们。听说今天我们会有点辛苦，来，可以在后面是我们两位朋友，欢迎跟队。嗨，大家好。不是我们是才刚开始，还没五分钟哎、欸！我真的 ，You can do it， OK， You can。所以我们有拍到就好了。好，可以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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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可以回家了吗？什么？有拍到就可以回家了。还没下水、欸。OK, be careful, be careful. It's beautiful. 你错过了一个变成蜘蛛女的机会。The Spider Woman. 看你今天会说几句。Taxiway 有两条路，一条就是这边上去，然后另外一条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水路，然后我们要一路从这边游到对岸哎、欸。啊，怎么有人跟我们 Hugo？ 你自己看这个怎么走？我真的觉得要走这个路很辛苦哎、欸。哦，你的背好漂亮哦。等一下，我们是要过那个海湾吗？我们不是来香港秀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只有为了观众拼了。OK。阿蔡下海了。确定你们过来没？
一个礼拜只用300块嘛。我觉得妈的，这个比一个礼拜只用300块还难，我这是人生大挑战哎、欸！你们看这旁边，这根本是飞檐走壁哎、欸！有没有看到啊？有没有看到啊？然后我一个弱女子就漂浮在这个海上。哦，其实那边有很多蛮多人来了耶，我后面还很远嘛，很远。看到底要有几个小时才游得上啊？我想回家。Don't hand touch. I was just told that if you here, let me see if I can get another card and tweezer it. Do they have? Oh.所以我刚是被海胆的刺，我被海胆的刺从旁边这边插进去。Let's go。这肯定是蔡史上最大挑战。我真的是，我根本现在跟这个山里面的虎一样也没得回去了，回去没有他们两个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流放孤岛。你看那个水多。流放孤岛。那个，他跟我说什么？我忘了他跟我说什么了。其实他跟我说什么？就是爬到那边，然后想跳下去，跳下去吗？不、哦，跳水。低一点的，叫你从这边跳哎，很可怕哎、欸、What the hell？ 拜拜耶！耶！3, 2, 1 Nice！ 漂浮在海上的阿泰，还蛮 chill 的，就是有点危险，然后又有点。是有类似的地方，但没想到说香港有，而且香港这个地方很少人。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就是在那边做不同的，就是有船趴啦，然后有人在划船啦，然后有人在跳山壁啦。嗯哼。然后很漂亮，其实哇哇哇哇哇！结果你知道，妹妹。我学。上其实两回事。哦，我还好，看看猛将。哇！呀！哦。下次呢，大家如果是来这种地方呢，请尽量穿就是这个看标准的。没有，如果你不是跟他们一样这么的 expert 的话，像后面的后面的哥哥们的那个武装的感觉，要不然我觉得真的太危险了。你知道我们刚游到一半，我以为猛将沉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要往那边游游游过去，才看到一颗头飘出来。我说：“干，也太可怕了吧！”而且你知道，刚就是蔡在喊猛将的时候啊，我准备要上岸，爬到岩石上面休息。蔡一喊，我紧张了一下，我就跌到下面去。好，我们终于下山了。
最期待的东西，我们现在是完全没有力气拍了，我们东西也都湿了，我们现在只能用手机客难的录给大家看。很特别，他们就会有夜钓啊，或去很多不同的岛。香港其实很多地方是非常美的。我想问，所以其实可以搭船去刚刚那个地方是吗？那个地方没有，可是也在附近了。有没有看到？看一下。这些请餐厅料理吗？对。哦，这些船等一下就是可以让我们去喊价这样。丢上来哦。对啊，好啊。丢上来啊。哦，那是很及时哎。那我们就准备去吃餐厅了。你要介绍一下我们点了什么吗？我们点了一个龙虾意面，竹笋吗？然后还有大只的濑尿虾。行吗？来，我哋话点煮先。好。我现在就是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倒茶。倒茶，台湾也会倒茶？你用那个喝的吗？没有，必须要洗碗。哦，用茶洗筷子，然后倒到里面去。啊？那这样子也是可以喝的，这也可以喝啊。但是先拿来洗杯子。那洗一洗又喝？不是，没有啊，倒在里面啊。都会有人专门就是在这边帮人家做这件事情，所以大家记得来香港，如果看到这个呢，千万不要喝里面的东西哦，因为呢是洗杯子用的。那这边有十个，就你洗一洗就拜托了哦。哦，谢谢。多谢多谢。菜还没上来，你已经把一盘花生米吃完了。有了，我们第一道已经先上来了。这一道是叉烧跟烧腩。烧腩，因为那个我的朋友他特喜欢吃烧腩，所以呢我就点这一道。那通常来这边就通常是海鲜比较多啦。这是你刚点的那个吗？对啊，濑尿虾，你看，很香哎，它一上来那个整个香气受不了哎。那我先来吃一个给大家看。好。你看这濑尿虾，又大又肥。我要，有不开了不开了，我剥这个肉给大家看。哇，你看啊，这个肉，很甜，甜哦，觉得爬了一座山，然后游了一座海，终于可以吃到濑尿虾了。这块肉好肥哦，看着跟龙虾一样哎。还有膏，哦、oh, shit！ 而且这也是观众，我现在超狼狈的，头发都是盐，脸全部都花了。然后看看我们家猛将在干嘛？受伤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除了受伤以外，我手机刚都进水，我手机里面都盐，回家赶快备份。有没有蒜蓉？这一定是蒜蓉跟那个。这个是冬粉，粉丝，粉丝。粉丝，是这样做吧。你自己看这有多大的肉，拿到我脸前。高鸡蛋龙虾意面，拌一拌，拌一拌。有没有这里哇？哦，它的起司是那种奶酱的。你看这个，哇哦！用最狼狈的方式吃最美味的料理，是这味吗？好好洗，好好洗啊！还好。好。但龙虾应该是很好吃的，因为龙虾就是。很鲜，是很鲜啊！请走。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你看真面目在这里。它很鲜哦，这个很鲜哦，这个我有吃过。那我先吃竹笋好了。好 Q 哦，嗯，好吃。脆吗？脆。赶快吃。人没了，人没了。必然可食。谢谢。Yeah。你知道在干嘛？泡脚啊！你的脚怎么了？我脚那个被海胆刺到啊！干，你现在才发现哦、喔！来，脚伸起来，我看一下。这边啊，好离奇，干，现在有点深哦。为什么我有两根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现在有两根，另外一根。我在网络上查的时候是说，它的那个海胆刺是软的。对。然后因为离开海水之后，它会变硬。对。
先把它泡软，然后等一下再想办法把它夹出来。你知道你不夹出来会怎么样吗？会怎么样？你那边会变成肿一大块。看起来好吃哎，麦刀哎。哦！哇！哦，干，好强哦！牛逼！哇！人生第一次做手术哎！你的汗。OK， 好的，我们现在呢是要准备离开香港，但是呢，因为那一天的秘境实在是太惊险了，后面呢其实发生了很多小事故啦。我们游超远的，我们差不多是游了3个小时，然后到那个峡谷里面，然后他还游进洞里面，然后我是游回来，我整个人就是游爆，而且游到一半哦，看猛将在那边说他真的动不了了，然后突然我一回头，猛将我整个在海里面看不到他，我以为他沉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可以说一下为什么那时候不见。我那时候其实是跟美人鱼谈恋爱了。其实我觉得想想我们有点太勇敢，其实某种程度我们是玩命的，有一点很好玩。没有，她是女战士，因为两位厉害的同仁呢，他们觉得妹妹就是女战士，而且她游的时候，她还拿东西再拍这样子。对，他们两个都是我们就是只能够尽可能的让自己活着。我觉得你会游泳，在游泳池里面跟在外面是完全不一样。对，在海里面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装备也要那个慎选协去。我跟他们讲哦，我说你们装备要装备好，然后猛将说什么？来，哦，我应该很强吧？我就穿鞋，穿凉鞋，我 OK 啊。然后一下去，然后被刺了2针。好啦，那这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然后如果在香港或是有机会去的朋友们哦，在西贡，你们可以去试试看我们的感受。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拜拜。